中华代表队在2007世界跆拳道锦标赛所缔造的佳绩，表达最诚挚至和之意，说一金一银两铜，那真是非常不简单。我也特别在这个时候对理事长、对总教练、对教练，还有我们队上的各位啊，这个参与的这个各全队的支援，他们的努力付出，才有今天这个样子的成果。我特别表达嘉奖，我期望大家继续为北京奥运而努力，包括今年9月，我们要在英国曼彻斯特北京奥运会的世界区的资格赛，跟今年的11月要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亚洲区的资格赛，我们希望都能够顺利取得2008奥运的参赛资格，这一点我要在这里跟大家鼓励。我要再次的提醒各位，不断的自我超越，希望在我们的理事长啊，在我们的体委会蔡副主委卓越的领导下，为我们跆拳道的运动能够再创新的纪录。在这里恭喜大家，也在这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那今天我们中华代表队的选手跟教练，我想院长今天对我们选手的作用，对我们选手教练来讲，一直很高的荣耀。我在这里要谢谢院长，我想这次得到一金一银奖，2006、2003的世锦赛可以说有很多记录。我想我们中华代表队不会因此而自满，我想我会再接再厉，更加倍的。好，请看我这边哈，对，啊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再看我这边哈。好，对，很好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对，很好。